新盤市場靜了輪，最近有回暖跡象。恆基旗下啟德 The Henley 3 準備出擊，旗數只有一座，分 3A 和 3B 座兩翼，共有404個開放式自三房戶，實用229至778呎，預計出年4月底落成。樓盤現時設有一個示範單位，以 3A 座32樓 C 室為藍本的一房，實用367呎。一開門有條短玄關先到廳，玄關牆身裝有全身鏡。約100呎的客飯廳開即呈長方形，市正實用易擺家私。廳的天花裝有 LED 燈槽，做到滲光燈的效果。客廳外的露台約22呎，不過空間窄長，要擺台凳就有些難度了。開放式廚房除了基本電器之外，組合廚櫃亦都提供足夠的儲物空間。工作台上方預先裝有燈槽，令台面光線更充足。至於房間就同廳的面積相約，有100呎左右，都算闊落。而最大特色是有一隻弧形落地玻璃窗，可以享受更加廣闊的上景角度。浴室旁邊設有一個步入式衣櫃，入面有掛衫架，亦有預設方形間隔的櫃桶仔，方便女戶主收藏自己喜愛的飾物。浴室只有企缸，有窗有座通風。位於中環的示範單位而家開放給公眾參觀，發展商說開售前有機會加推，最快8月底或9月初推售。